啊，要还得发动一项来，所以你打都正好了以后，更力自然有一股力量撑持你，就发生快乐安详的乐感就出来了。你说修禅的修密的，你修了一辈子这一点都没有发动，你不要讲禅了，那是跟我的禅一样嘴禅呐、啊。不是那个禅了，有禅宗，既然有见解，就有禅定的功夫了。不过禅宗祖师们不谈禅定，实际上禅定都包含在内啊。所以这一场中脉通了，还有它是等于平面圆形的，中间通是主脉左边的。通到下面又高远又高晚反交过来，女性的左边通到下面啊卵脏，右边的卵脏那个排卵的那一条线路一直到海底，这是左脉，右边的一条脉都靠住中脉，这样三条下来，男生下来以后一直拖到左边的高院高腕到海底，女生右边通过来一直到右边的这个乱葬输卵管到海底，这叫三脉。不详细讲了，详细讲好多了，三脉到达哪一个脉通了，内在的那你看第三行，有色观专色解脱，内无色相观外居色解脱，真正是一个色相的正盖，真有色相正盖。所以他说中脉是蓝色，主脉主红，主脉是红色，右脉是白色啊，这个颜色不是你幻想的，等于我们到了飞机到了高空，结果碰到万里无云那个晴天，看晴天那个天蓝色，你是蓝的不是蓝的，黑的不是黑的，是晴的，晴的又不想晴的，那个太空外面啊，那个色相万里无云，我们生理到达健康，那个精神状态跟物理世界生物是一体的一个样子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不是吹的、哦、你白吹一道骗人，马马虎虎骗自己，骗不住的，人不要自欺啊，骗不住的啊，那是真实会到的。三脉完了，七冷，所谓冷就七个部位，七冷顶冷，顶冷外面还有一个部位离开头顶八块钱叫环邪冷。所以你看画幅像，我们人幅像有光，每个人你们诸位乃至一条狗本身都有光芒放射出来，光色不同，看你两心地好的光色就好，心地坏的就黑色多一点，每一个人放的光有多大，你手有多快就有多大。所以古代画的佛像这个地方一个远光是对的，是这样。所以你打坐好好定在那里，哎，你定得好，那些鬼都不敢靠拢来，你拿了一片电光就放射出来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顶棱上面是反斜棱这个地方啊，那么这个顶棱就道家的，你们要手窍，昨天有两个女青年来问的手窍丹田米结棱，这个顶棱就在这儿，
后来道家呢把它变成窍了，谁窍啊不窍的啊，就顶了。顶了下面喉咙，喉咙呢又叫我们男女这个喉结，一说呢就是喉结，喉咙这里打个结，哈，讲到喉咙很麻烦了。这个喉咙，哎，所以你修福也好，修的福的功夫，道家的功夫也好，喉咙这个脉没有打开，你说你跳开了生死了了生死不可能了。你看我们人要死的时候，最后那个痰，那个是，所以你看许多老人家在到了医院最后，就是一声抽痰，这个喉咙的脉。你就在这儿，所以这个地方道家叫生死玄关，喉咙生死玄关再脱开来，再跳出山在外，难得还在喉咙呢。这个地方食道管都在这里，左边是气管，右边是食道管。生活常常告诉同学们画画，还又见我们在台湾好几个啊，都是电视公司的制作人啊、总经理啊、演员啦、啊。我说你们不要乱演戏，我在哪里看到脚疾呀？哦，表演自杀的，拿一把刀，是，这杀不死的，这里试管的，食道管割断了，还死不了。真正你看古代唱京戏就懂了，那个就大将军自杀拿把剑，你这个就杀死了，这是气管，气管一拉断了，那个气突就没有了。那现在演电影自杀拿把刀这样啊，死不了的啊，所以这个是冷气管、脉管、血管、食管。这个食道管要教他，所以你看我们吃一点东西下去啊，你以为到胃上去，我们食道管的长得不得了啊，跟下面肠子一样啊，肠子是长得成年老张在里头啊。你看你拿个玻璃杯来泡一杯奶试试看，你奶喝完了，那个牛奶的渣子都在玻璃杯上，你如果不洗它，你多泡泡半年啊，泡一年，那个玻璃杯啊不透明了，里头都粘住了。我们吃的东西啊，牛肉啊、青菜啊、萝卜啊、豆腐啊、风的树的，都下去了，包括你牛奶、食道管的都挂住的了。所以慢慢慢慢，医学上就出现食道癌啦、胃癌啦、肠癌啊，就来了。修油嘎的人，印度那些修密宗的人，这个食道管要洗啊，怎么洗呢？他们弄一块纱布，很长很长的啊，先把它消毒了，消毒泡的软软的，慢慢慢慢吃下去，吃下去就到位了，然后自己拉出来。不过你要注意，拉出来你要鼻子要再好夹住一下，不夹住你自己会昏过去，会死了。为什么？臭死了，再走到自己这个胃里头，这个潲水通，原来那么一股味道啊，外表的看起来好漂亮啊，都是洗这个食道洗胃。所以打坐坐起来，只要说经到经以下降啊，所以得到经以的灌顶清洗以后，这个真正清洗了，这个石冷这个脉差不多才慢慢可以。所以以修密宗的人，密宗的祖师们讲，石冷这一道十六条脉，粗的细的还不讲，把石冷的脉打通了，使人心中永远没有妄想，妄想清净，没有烦恼了，胸襟开阔了。
就是实人，是凡邪人的顶人啊，三十二根脉像雨伞一样，讲粗的还不讲细哦，是下来的，雨伞一样大的。喉咙是十六根脉下向的，一重宝盖一样。所以你说命中就看到了，每个佛像上面两层宝盖，那是代表，所以表象表法。喉咙是八根脉，心咙八个，举手一下下来的，七咙六十四只脉下向的，其实还不止，啊，不止还不止，闻声的脉。就是包括这个脉，它为什么不脉不像西洋讲神经呢？神经是包括粗脉，它不是细脉。细脉是什么？是个电路，生命能的用电不对，生命能的一个通道叫脉络。比如我们坐在禅堂里，你看现在也没有风，哎。我们所有这个风，这个内在这个气，它有个路线在走，不然你就去挖地下，地下挖深了，那个地下有些地方干的，有些地方有水路，它这条水路从哪里来的，那么矮摆一个地下，它有水路一条一条，一条路清清楚楚，所以地水火风五指四盖的念头清楚的非常难，生理也很难。所以说开悟了的人心能把脉，密宗就表演是莲花要放开了。所以我们说密宗的真正的念头是在我这里没有秘密的了，他秘密到我这里就完蛋了，我一切都把它公开，真正的秘密告诉你，你也不懂啊。所以念唵嘛呢叭咪吽，是接这个手印，这个手印是什么？莲花印，就像莲花一样。那么过去说密宗人接了这个手印，上面盖一根黄布，也不让你看见，越来越奇怪，你不晓得里头玩些什么。原来那么简单，代表心呢，我们的心脏。把它摘跑了，一股一股肉，好像拔骨肉，像拔叶莲花一样，把肉里头的细胞、神经再分析、再跑就很多了。说唵嘛呢叭咪吽，是这个手印，莲花手印。然后手印要展开了，就是冲上顶脉放开，它就是代表了。是你懂得那个线路是怎么走，所以说密宗的人，你产。